辛苦了，谢谢。不会。啊，所以刚刚在会场应该都已经请你们赶快交。是，那我们写声明书也要时间啊。对啊。是，那我们现在要交。交了，我们要交。我们十五个人写也要时间嘛。要交了，团进团出嘛。不好意思啊，如果哦，这里是铁路工会办公室，是，就说如果你们是会员，我们竭诚的欢迎。我们是会员啊，现在还是会员啊。我们穿的是，我们会员就不能穿这个衣服，会员不能穿其他衣服。我现在都可以穿共产党的背心来了，都可以管我们穿什么衣服是不是？如果是这样的比较，你管太多了吧？你管太多了，真的。但是先生，你真的管太多了，我觉得你真的是不是嘛？夸张哎。好，不是嘛？这个有一个，我对你橘色的衣服有意见，你给我脱下来。好，要吗？我脱啊！这个有意见，如果造成你，没有羞耻心，不是别人没有。我脱啊！我里面还有穿啊！我里面还有穿呐、啊！哎，所以我们不脱就露太少，不算了。气哥就是这种水准。人家来送你。好，空白啦，空白就说了。哎，空白的，因为空白就没这个章程。那这个等于是新创的。